哇，你要撒撒哦，你到了这种高位的活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呢？会不会断？有没有断裂的痕迹？ 真的没有什么定义，最重要是，如果对于音乐还有热忱的话，就尽量把它做好。金福可乐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我还没喝到哎，爸爸。 不只是熟悉的味道，天福可乐。即便再忙，也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小鹿，吃面。996六凉面，六凉精华，给我六大能量，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一样的方便，不同凡响的好面。 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九九爱，爱我就要九九爱。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九九爱六凉面特约播映。本节目由淡淡药香喝出健康的天福可乐冠名播出。 淡淡药香喝出健康，一代名饮天福可乐。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更多节目直播互动，由酷狗旗下唱歌最好听的直播台繁星直播。 秦勇，前黑豹乐队主唱，与黑豹的十年是秦勇音乐事业的巅峰期。如今他早已离开黑豹乐队，音乐曲风也大有改变。牛逼！ 就这么几件东西，咱给配的轰轰烈烈。罗导唱那个咱们那个电影里边的主题歌，原谅我，不要太那个正规的声儿，就这就行。哎，哎，用手就行，对吧？你们统一一下功能，咱们就可以配器。好。往事汹涌沸腾，有梦。 命运谁操控？越挫越勇，纵然回头，仍骄傲向前冲。93年，我加入了黑豹乐队，我们在一起，互相的包容，互相的体谅，那些关系可以说是就像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一样。 想起当年的战友曾经黑豹的辉煌，成为了他记忆深处最触动心弦的回忆。第一个在日本巡演，第一个在全亚洲巡演，第一个在英国巡演，第一个在英国站上了 Beatles 当时演出的那个舞台的乐队，就是我们黑豹乐队。然而，就在黑豹乐队红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之时，
作为主唱的秦勇却急流勇退，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忍痛放下音乐离开黑豹乐队？2003年啊，我的父亲在我们黑豹乐队的演唱会上最后一首歌离开了我。想起来他教我的第一个音符，他给我伴奏的第一首歌，但是最后我却用音乐把他送走。父亲的离开给了秦勇很大的打击，然而命运的捉弄并未止于此，宝贝儿子大珍珠的身体状况急需秦勇的陪伴。那个时候还遇上了一个感统训练的专家吧，他告诉我，像我儿子这种情况，如果过了12岁，就永远没有机会去进步。所以这几件事加在一起，让我知道，顺其自然，音乐是搞不了的，所以就退出了乐队。那今天能捡几个啊？嗯。可能吧，哎，这一个老母鸡，哎呀，哇，天哪，丰收了，全在这儿呢，哎，一个，哇，看看，还有吗？哇，哇，啊，还有吗？没了，没了。这一共多少个？13个。13。哎呀！结果，这一待就是10年，去照顾我的孩子。没想到10年之后，哎，他长大了。他突然想起来，父王，我也要听你唱歌，我还记得你唱歌呢。你的世界没有颜色，在你的世界听不到我。他这种孩子非常的封闭，平时你和他的交流基本上没有，他不可能给你需要的那种眼神和回应，但是只有在我唱歌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他那种仰慕和渴望的那种眼神。所以我觉得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佳的心灵沟通的桥梁。靠你自己一步一步留下自己。好的，一定回来见。拜拜。踏出一片天地，好啊，既然我们有缘相遇，拜拜。我就不会把你放。陈老师，您的第一部电影《走出尘埃》，然后获得了上海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您是想转型当演员吗？不敢有这奢望。是您觉得现在的摇滚和以前的摇滚有区别吗？只要是摇滚，是不会有区别。您对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吗？不要欺负她。无聊的哟哟
志文。Hello， 快来快来，给我幸会幸会。哎呦呦，欢迎。哎呦呦，我来，挺沉的。没事没事。哎呦呦，幸会，快来，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King House。哇，对，你吃饭了吗？没呢。没呢？泡碗面吃。来了就吃，必须吗？合适合适，这箱子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先放这儿。领你去你的房间看一看。谢谢。对，我们王者的房间还是挺有王者风范的吧？哎，真有心呢，这我照片都给弄上了。对呀。哎呦，那这不是就跟哎到家了一样吗？是，太美了。这个我们这个黑豹的主唱现在的风采，我觉得就是比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又多了一分沧桑的味道啊。我见过你。真的？对。哦，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和你儿子。哎呀，对，很可爱。他们用心真是非常的细致，包括我最近拍的那些照片他们也给搜集来了，然后还有我和我儿子当时过父亲节的时候特别温馨的那些画面也全都贴在我的卧室里，所以有这点就真是让我足够了。我对他的感觉很亲切，他的那个劲儿就是很真实，生活当中的他和我想象当中就是说在台上的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接下来要一个重要的仪式，把这个剑用力的往下插，然后你的照片，你用王者的剑引出王者的照片，准备好了吗？我倒数啊，五、四、三、二、一，齐勇。王者风范，大将军。啊，对呀、啊，太棒了，太棒了，谢谢。现哎呀，好久没唱这歌了，还是挺好啊。我算是歌迷吧。哎呦，哎，你别说，就咱俩这么玩挺享受的。再来一遍行吗？好，来，咱们就把我这看看这个能不能记住功能、啊。把东归曼哈的尾巴，然后咱们接一下试试。OK。Don't break my heart。哎，不是。不愿。哦 ，sorry。不愿看到啊。不愿看到你那抱屈的沉默，独自等待，默默承受。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 ，my baby。但愿这一切。那种熟悉感，吉他和他之间，和吉他和我之间，然后呢，两个吉他和两个吉他之间，两个男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种沟通，放声歌唱的感觉，我就觉得很过瘾。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这个《王者归来》，和他一定能够碰撞出火花。我觉得可以了，有了，刘哥。咱们歌差不多，我觉得要选个地儿了。嗯哼，行啊，那必须得好地儿呗。必须得好地儿，好吃好玩好看。听你的。火辣的摇滚，怎么样？哎，重庆怎么样？山城，哇，而且现在更漂亮了，那太好了。哎，火辣的重庆，火辣的摇滚。怎么样？最后我觉得重庆，为什么我突然间想到，因为重庆的音乐氛围还有西安的就是这些地方的摇滚氛围特别好。他跟我说在重庆你将能看到最正宗的川剧，而且还有机会去向他们学习。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吸引力。哎呀，
梦想就这么实现了吗？一夜我赶紧去联系一下伦哥，我告诉他一下地址。明天必须重庆火锅加啤酒，怎么样？好的。这座充满魅力的山城，交织着传统文化的韵味和现代生活的时尚。火锅、美女、棒棒、小面，各种各样充满巴渝气息的城市名片，无不洋溢着重庆人率真、火辣的性格。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也吸引着大批音乐人。这次王者歌手和参谋来到重庆，将要找寻最符合这座城市气质的音乐元素，感受繁华都市之中最质朴的歌声与感动。哎，这挺舒服的啊。嗯，觉得咱来这季节挺好、啊、起了床，对，不热。对啊，对，起了床在这喝点茶、喝点咖啡，晚上坐这喝点啤酒啊，慢生活、啊、对对，特别美。哎，这酷。哎，哇哦，孩子们玩这个哈。Yeah, it's deafening, man, it's bang, wait, it's like they be wrestling. Fuck the police, all the brats will be arresting, man, fuck the system. All the lies they be telling. Man, keep it moving. You don't wanna be the one losing. No, no. Time that you doubt, so can lead the way down. I'ma lick it, I'ma lighter. BMX 重庆本地说唱组合，他们用重庆方言结合 rap 的演唱方式，唱出重庆人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把重庆的美食、文化等巴渝特色以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你行吗？我不行啊，你行吗？我可以来两下。真的？哇！嘿呦！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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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跟你说啊，金老师会玩这个。没有，不敢，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以来两下。真的？对。鼓掌，让金老师。不是。我可以试一下，有一些小动作我还是可以的。让你上板。让你上板。Sorry. 然后是跳跳，也可以跳起来一点点。一二三，走你，走你。但是我的这个方式是对吧？这是前脚，是这样的。哎，man，哇，又一熟人。好啊，欢迎。今天要跟他们混了哦，去哪儿？我们就带你们去玩转重庆。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带你们去吃一个重庆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特色的火锅，怎么样？太棒了！我还以为没东西吃了呢。OK， 那我们现在赶快过去，怎么样？走吧。参谋和歌手首先要体验到的是重庆的美食代表——火锅。麻辣爽口的火锅是否能给歌手带来不一样的摇滚音乐灵感呢？你要吃的地方就在那前面，已经快到了是吗？过一个马路就到。哦，咱们吃的东西就在前面，待会儿就到。饭巴头，饭巴头，饭巴头。
也欢迎三位老师来重庆，谢谢，以后多来重庆玩。谢谢孟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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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喽！开动起来，这个要多烫一下，三十秒。对，三十行。老板也玩滑板吗？嗯，老板不玩滑板，老板哇，哎，丁老师重点，老板是我们重庆当地最早的鼓手，哦，然后一直坚持喜欢音乐，然后开了这个馆子。安子，非常打击乐队队长，经营着一家独具特色的火锅店，店内的服务员都擅长用锅碗瓢盆做乐器演奏打击乐，也常会有一些爱好音乐的食客慕名而来。好啊，他们弄东西很特别，就拿刀具做出 melody。对对对。什么雅马哈呀，什么 DW 了，这多棒！哎，这声比那个鼓声好听多了。下次演唱会把这个一定要搬到舞台上。对对对，这次我就要把他们搬到这个舞台上。知音塔，这赛过知音，赶快取名儿，这叫什么？用锅碗瓢盆打出了节奏，而且那个音色真是不亚于我们用的那些名牌的鼓和镲。你只要有一双去发掘艺术、去发掘美的眼睛，你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最好的乐器。自由也是音乐必须有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你要有着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状态，才会去创作出很不一样的音乐。这个是非常过瘾的，音乐就是来源于生活。谢谢。享受完美味火锅之后，参谋和王者歌手来到重庆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朝天门码头，这里穿梭着这个山城独有的群体棒棒军，他们用一根被磨得发亮的棒棒担负起一家人的生活，也展现着重庆劳动人民最朴实最深刻的印记。那么三位老师，我们现在又到了朝天门当地一个批发中心，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棒棒每一天他是怎么样生活的，这是我们辛苦的，对，
棒棒大哥们，来，特别高兴，欢迎你，谢谢，欢迎你，谢谢，你好，好，十八年了，那你们那个肩膀，就是比一般人更结实吧？肯定的。那个棒棒军的每一个人后脊椎这儿几乎都会有很厚很厚的一大块茧，就像肉一样，肉很厚的一块肉。20年如一日的去，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不论天冷或者热，刮风下雨，永远是露着那个晒得黝黑的肌肤，不怕苦不怕累的。累吗？要干活了，哇！你不是要体验吗？要跟一下，加油啊！怎么就选上我了呢？可以，是体验生活没用啊，这这祝我好运。其实他这是更多是技术活，技术。选他，因为他可能拿的东西没那么重，所以没问题。啊，加油啊！不能给你们丢脸。加油，加油，加油！啊！16个人的皮鞋，32个人的皮鞋，等于一个人要扛一个排的皮鞋。我将要肩扛价值7200元的货物下山。冉师傅，好好教我啊！来，磊哥，下去。哼！哇，这怎么有点像那奥运会那举重比赛哈？哈！哈！哈！哎呦哎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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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滑下去吗？我怎么就搞不懂了？这样，我在扛起来的时候，我这手是扶不住这儿啊。就这样。哦。我那师傅姓冉，冉冉升起的冉，教我怎么去挑，怎么用力是省劲儿的，真是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吧。没办法，就是聪明，一学就会啊。快走，健步如飞，那我敢捧了，已经走了50分之1了吧？哎，我能够捡过你，老乡，老乡，你好，哎，你先走，你先走。86了，还是健步如飞。我还担心老爬山呀什么对膝盖不好。他说他们周围那么多人，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说什么膝盖会有毛病，全都是越来越健康，让我觉得内心很震撼吧。对我是一种冲击。朝天门来了一位黑衣人，我挑着担子去找林依轮。我的膝盖就爬这个都动手术了。哎呦，我干这么早，体力已经耗费了90%了。哎呀，这个就是锻炼嘛。你干这个好长时间？也20年嘛。20年了。哎，消耗大概教我一根棒棒，但阻挡自立，男儿当自强。咿呀咿呀哟，男儿当自强。他们为了生活就可以这么20年如一日的去，一直在。
做着同一件事情。90年，其实我也是在北京服装批发市场干过，那时候也是起早贪黑的，而且北京冬天的时候更冷。我记得那时候我20多岁的时候，我去帮别人去什么洗盘子洗碗，哎呦，有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公平吧，觉得受到冷落一样。我这么一个摇滚歌手，你这么对待我，打心里边就有点扭曲吧。但是哎，咬着牙忍过去，把事儿全做好了，哎，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啥子？这个就可以了。走不动了。Give me a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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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到终点就是胜利。金志文，林依轮，金志文，林依轮，金志文，林依轮。这儿有货要运吗？有啊，有。那来吧，我来。来吧，来，我在后面。嘿，都切好，一二三，就嘿走，嘿走，嘿走，慢走啊，好好好，嘿走，嘿走。他们在搬很重的东西的时候，还有耗子，嘿走，嘿走，就是这种状态，不是心酸，那种简单，那种快乐，我在这次这个棒棒军当中收获很大的一个体会。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有点猴哥的意思吧。西天取经去了，金志文。哎，哎，行啊，哥，勇哥你可以。哎呦喂，要可以写一行。亲爱的们，哎，歇会儿。我看你这多沉呢。终于找到了金志文。不是，你看你这。啊啊啊！哎呦，辛苦。哎呦，差不多。行啊，勇哥你，我能从他的这个笑容当中看到一种满足。哎呀，找个方法，我不行，这样，先捏着这儿，哎，这样，哎，对，用这儿扛，哎，走你，这样啊，那就对了，这就对了，这可以的。李一轮呢？不知道，换他了该。赚钱固然重要。多赚钱啊，身体健康啊，多赚钱，身体健康。哇，老板，你怎么这么眼熟？我觉得你很眼熟。哎呦，黑豹。哎呀，想起来了，黑豹也是我少年时候的偶像，那个时候还在读初中。哦。就是黑豹可能才出来的时候。是吧？特别喜欢，就是买那个盒带嘛，天天在家里放。10块钱一盘，那个时候5块钱也值不少了。感谢你们的支持，好，期待你重出江湖。哎呀，谢。交给樊师傅。好的。咱们两人自己商量怎么分的。全是师傅的。来，谢谢。好的，谢谢。好，谢。谢谢师傅。好的，生意兴隆啊。行，谢谢。给好多，20块钱。10块钱高的，觉得在他们眼里边什么困难都没有，他们那些快乐指数比我们高多了。他告诉我，只要是多锻炼，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有机会多去和他们交流，和他们这些最淳朴、最勤劳的人，哪怕聊上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吧。哎，我扛完这一趟啊。好像这肩周炎好了，哎，不疼了，来来，哎，所以说这个对我是一个鼓舞，哎。哎，秦勇回来了，秦勇回来了。
来到了朝天门呐，我就找林依轮啊。怎么样，累坏了？我一边尝去。林依轮在哪？我们在这儿搬呢。哦，回来喽。嘿，赚了多少？十块。我赚30。你会做生意。你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了好衣裳，也没有好言。哎呦，他们自己主动的站起来给我们唱歌，哎呀，觉得音乐对于他们来说是多重要。虽然生活的非常清贫，但是心中有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支撑。所以通过他们对音乐的爱，真是也感染了我。他们每天虽然啊赚着辛苦钱，但是呢啊很正面，然后呢很乐观，很积极向上。对，这给咱们今天干活的伙计的啊，来来来。不客气。不管是对哪一个行业的人来说，我们都首先一个就说你要尊重。我用这本事赚钱，养活家，养活我自己，那就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那么参观完我们的朝天门，现在我们马上去重庆的千年古镇瓷器口感受一下当地特色，好吧？那我们马上又动起来，瓷器口见啦！体验完棒棒军的辛勤劳动之后，参谋和歌手来到了拥有一江两溪、三山四街独特地貌的瓷器口古镇，这里聚集了巴渝美食、蜀绣等众多民间文化，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三圈，好，再来一下。想起了小时候缝扣子了，跟那个差不多的。哎，这牡丹花这太好看了，这太美了。哎呦，这个小找着了，太后篡权记。这条街最前面有几家很有意思的店。听说你这儿不是有那个明信片？对对对。多少年以后给我们发吗？可以可以，都能。哎，咱们都有孩子了，一人给孩子写一个祝福语哈。觉得这个明信片，你可以让他2年以后给你寄，或者3年以后给你寄，有点那个穿越时空感觉。啊，我要给儿子写一封信。我就给他写，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大学刚刚毕业，所以我们坚信你会更好，继续努力吧。然后落款是2016年今天的日子。6+6？6+612。哦，那7+6呢？13。再演一个。这太美了，我儿子最喜欢的就是牡丹花。我呀，回去也给他，他可能也特别喜欢。只要是沾中国古典的东西，他都特别喜欢。最喜欢清宫的老的小书。结果可能真是在几百本里面，哎，居然发现了一个叫《西太后篡权记》。等我带回去的时候，他肯定特别高兴。日照双
哎，前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戏场，转运楼。哎呀，我最期盼的川剧变脸儿，据说能看见啊。看这个名儿就得进去逛一圈。走了，走了。川剧是巴蜀传统戏剧，也是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川剧表演真实细腻，幽默机趣，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历代川剧艺人共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素有蜀戏冠天下之说法。蜘蛛侠，这哥们一变啊挺帅的啊。我们去了转运楼，它是一个川剧的 live house， 而且一进去就看见大师在那表演我最喜欢的那个变脸儿，哇，给我看神了，离这么近都不知道他怎么变的，所以我就悄悄跟林依轮说，我说这个就是我要学的，你一定帮我说说。来到你们这儿真是收获颇丰，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看一下这变脸到底怎么回事。我明白了，我知道你这路子也挺广的，啊，你跟他说一下，让我也学一下。你也想学吧？是吧？那多好，学，真是。徐老师您好，那个刚才看的那个演出，您这太棒了。您这个变脸多少年了？十多年了吧。十多年了。重庆戏曲艺术家、川剧传承变脸大师徐远华，学习川剧表演三十余年，主攻文式小生，后经著名变脸大师指点，综合出自己一套独特的变脸风格。现在有开始带徒弟了吗？带了，有啊。带了，今天又给您介绍多一个徒弟，行吗？行。要提炼一下，我们就带个上楼哈。好，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哎，不行了，成了，你们拿着这个棒子。哎呦，不太好，给你们了，谢谢，安排好了，搞定了。你真，哎呦喂，怎么感谢你啊？搞定了，太牛了，林老师太伟大了。哎呀，来，徐老师，太精彩了，谢谢，我也四川人。刚才我说了这个，你好，徐老师。徐老师呢，只能就是教一点皮毛。对，因为如果真正练的话呢，徐老师练了三十几年，出师才出师十几年。啊，来，到画边。好嘞，先化妆。来吧，上脸。不是，那你这地位这么大，你厉害吗？怎么搞？武财神。武财神，听说是我，是你啊？对，走着。你的那个小子吗？你的文财神。这不是一般的婚礼呢，那新郎官才穿我这身吗？如果我戴眼镜是什么效果？我看一下。这样啊，显得威武一点。你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要威武。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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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走一圈，
再来回转去一圈，全是感情戏啊。哎，对，好，站定。这个我很擅长，我很拿手啊。哎，来金元宝，不给，唱。于盆是我的。对了，对了。他们这儿资深演武财神的老师，教我所有的套路，然后跟我说，动作应该怎么做，怎么甩袖子，然后怎么抱着金元宝。所以说，在学的这个过程中，哎，我们都觉得，哎，真是兴趣盎然，好玩极了。反正演出之前，我还是挺紧张的。你们两个看看我跟他那个走一道，行吗？好的，不用，我跟他走就行。哎，他是文，他是武嘛，我跟着你走就行。不用着急啊。我感觉不对，应该再往下扣一扣吧，现在老感觉要掉呢。背对对对，文财神在那里，你们两个同时。好了，我就上来了。文财神带着我上来了。好，好，即兴发挥吧。仙女财神宋祥瑞源于唐朝开元年间，此曲表现了当时国泰民安和一派繁荣的景象，其具有喜感的表现互动形式深受百姓的喜爱。第一次演春剧，看到他们在底下捧腹大笑，我那一刻觉得非常的满足。在演川剧的过程中，那些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觉得对我人生真是一次特别大的收获。艺术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化学反应吧，不定什么时候
它会开出一个奇异的花朵。我们三个第一次登上这种传统的舞台，对，但是呢我们还为我们过去在摇滚舞台上那种激情再问一遍，我们演得好不好？希望以后在我们的音乐里面能够多融入你们的精神，和我们一起融合一下，好不好？好，记住啊，我们是财神呢，继续加油，把好运带给所有朋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咱们今天收获我觉得挺大的。有点意思哈，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人生第一回，咱们是时候圆满成功，该研究我们最后一个项目了。哎呀，来，兄弟们，先喝茶。谢谢，请，干杯啊！干杯，干杯，圆满的一天。啊，我们这次。准备为这个勇哥，我们要为他做一首串烧，串烧，要把他的差不多将近五首歌串到一起，那还要加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感受到的音乐元素到里面。我觉得川剧一定要加到这个里面，这次的挑战性很大。嗯，然后我认为最合适的就把这个川剧做一个开场，开场之后呢，然后把勇哥慢慢的引出来，用这个 Don't Break My Heart， 把 BMX 弄上哈。对对，那个地那个地方，他们是说唱吗？我是觉得一定要把他们那个锅碗瓢盆打着玩加进来，再加上那个 rap。哎，真的真的，我觉得板巴头，嗯，板巴头。你来到重庆这样的地方，你必须要接地气，所以呢，必须得有一个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告诉你说，现在重庆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才好。艺术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化学反应吧，不定什么时候，它会萌生在我的作品里面，去。开出一个奇异的花朵。有了，所有的画面都有了，迫不及待，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这个摇滚里面会有非常新鲜的元素在里面，那这个火了，这个歌那绝对火了，了不起了，接一下咱们重庆的地气儿哈，嗯，太有意思了，只有我们想起来就高兴，没有我们做不到的，是的，好，耶，耶，耶，来再。拜一个，演出成功，合作愉快，耶，太棒了！如果要是照我和志文说的那样，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融合起来的话，即民族和摇滚，戏剧和摇滚，青年文化和摇滚的一场盛宴。我很期待。九九爱六两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我还没喝到哎，爸爸。
不只是熟悉的味道，天府可乐。即便再忙，也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小鹿吃面。99爱六凉面，六凉精华给我六大能量，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一样的方便，不同凡响的好面。99爱六凉面，爱我就要99爱。99爱，爱我就要99爱。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99爱六凉面特约播映。本节目由淡淡药香喝出健康的天府可乐冠名播出。淡淡药香喝出健康，一代名饮天府可乐。99爱六凉面，爱我就要99爱。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到现在，我也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套路，克制自己的紧张。Get one, two, three, four. 他是一个很有艺术天分和造就的一个。在 monitor 里面，我就能够捕捉到我最需要和我最习惯的那个声音，第一声音出来啊，我就非常的可以说是有信心了吧。等待，用脉搏等待，等待，等待。
你的手去熬熬。OK。我家里姜味美，过了三生花不醉。Yeah。都巴不得小面老板面前爬不得。顺利，太感谢了。虽然非常短暂，但是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天。更让我坚信，音乐必须不能离开生活，不能离开朋友。当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那一刻觉得非常的满足，我觉得对我人生真是一次特别大的收获，因为我看到在舞台上他那种自信，他那种霸气，完了眼神，我觉得他很享受那个舞台。感谢王者归来，让我有机会让大家再次看到中国的摇滚，有你们在，摇滚永远不老。谢谢，再见。天福可乐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我还没喝到哎，爸爸。不只是熟悉的味道，天福可乐。很好。即便再忙，也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小鹿吃面。九九爱六凉面，六凉精华给我六大能量，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一样的方便，不同凡响的好面。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九九爱，爱我就要九九爱。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九九爱六凉面特约播映。本节目由淡淡药香喝出健康的天福可乐冠名播出。淡淡药香喝出健康，一代名饮天福可乐。九九爱六凉面，爱我就要九九爱。更多节目直播互动，由酷狗旗下唱歌最好听的直播台繁星直播。不开这个蛋蛋花。要绑架吗？感谢重庆磁器口古镇管理委员会、磁器口转运楼大戏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登录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等视频网站收看节目完整视频。本节目歌曲由 QQ 音乐独家播出。QQ 音乐听我想听的歌。登录新浪微博参与王者归来话题互动，赢取明星签名照。登录唱吧演唱节目经典歌曲。欢迎登录六亿人都爱用的应用商店百度手机入手，百度网盘想你所想。登录新浪娱乐、网易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了解节目最新资讯。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扎克、澎湃新闻、界面等新闻客户端关注更多节目的相关资讯。感谢天籁 K 歌、黑米、雷石 VOD、小米电视、酷狗音乐、天涯社区、滴滴出行、人人网、百度百科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中国故事，天下传奇，重庆卫视。